港产大尺度电影《鸭王二》一月十二号晚上办首映礼，有份参与的女演员文凯琳、林丽贤、钟彩希等都性感上阵，不是前面中门大开，就是露出光滑的预备。不过这些都不够看头，当鸭王何浩文与演员林子善左拥右抱，各自为身旁的女生吃冰棒时，诱人的姿势和神情立即令现场的气温急升，而钟彩希和林丽贤后路为了电影性感演出，称得上是没有下限的突破。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说，这一部电影是第一部那么性感的吧？应该是第一部，其实也是底线，不会再比这个更性感，应该就不会了。所以说，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我们这个演出。接连被女色包围的何浩文透露，已经向老板反映，希望之后拍一些同志的电影平衡一下，不过应该是开玩笑了。但他就很认真地做出承诺，如果《鸭王二》的票房有2000万，便会和当天真空上阵的文凯琳去裸泳，还直播呢。是不是？是人一点的？没有啊，我知道，这香港可能一些地方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吧。所以就选择那个地方。那还是会拍照，会拍片吧？会拍片啊，我们有那个 live， 我帮你拍。我帮我们拍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